你可以安静优雅，你也可以呐喊纷争，你可以沉醉浪漫，你也可以勇往刚强。你可以认为这就是时尚，你也可以享受家人温馨，可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。有人为你负重前行，有人为你挺身而出，有人为你奋不顾身，有人为你冲锋陷阵。从容包裹是强国强军的追梦，是使命担当的诠释，是家国情怀的抒发，是青年时代的选择。选择军营，就是选择梦想的绽放，就是选择青春的华章，就是选择人生的精彩，就是选择家国的安宁。穿上飒爽戎装，让我们一起捍卫疆土，坚守赤胆忠诚，让我们一起尊崇荣光。强军路上，你我同行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